个环节呢，需要我们嘉宾哈在场上选择一个人物，然后呢把自己打扮成那个形象。好，我们已经看见舞台中央呢有两块题板，大家呢可以进行选择。我们首先让男嘉宾来选。好 ，A B C D， 我选 A。好，我们一起来看看 A 是哪一个人物。A 是什么？蕾蕾帮他掀开。杨小瑶，沈阳。哎，我们的要求是你先到什么，你要模仿他，声情并茂的模仿，所以你要模仿的是小沈阳，好吗？好。好，酝酿一下，接下来张小伟进行选择。我选 D。哎，卓别林，哇，著名的喜剧大师卓别林啊，来杰哥，你来吧，你来吧，好 ，B， 第二个，只有我知道，你确认了吗？我确认，好好来，三二一，武大郎。像不像？发型都一颜色有点像哎，不像。那宋小宝也就是没得选了，对不对？我选吃，吃我要吃了你。三二，来，一会儿好好演绎这个戏好不好？嗯，能不能完成了？行，可以、啊。但我先说个，我先说明一点啊。你说，我就模仿杰克逊，是杰克逊。就没直皮之前的杰克逊，好吧，那四位呢回去稍微准备一下，到后面进行换装，待会儿呢期待你们闪亮登场。来来来，到后面换装，你们要好，到我们女生的了是吧？好，接下来女孩进行选择，来按这个顺序，那个西西先来，咱们这边先来，咱们先来，随便选，选哪个你说。你感觉你选哪个？哪个都行，不行咱先去全给他撕开，咱看一看。就说你。没有没有，来选 C。好。选择 C， 来三二一。哇，丹丹。丹丹。行不行？不行，咱就当没撕。咱就这个吧，好不好？我胆儿太大了。好好，宋丹丹老师。哎，我觉得这个突破对心仪来说真的特别大。嗯，对，因为宋丹丹老师是我的偶像，我相信也是全民的偶像。对啊，如果我模仿的好呢，大家给我点掌声；如果我模仿的不好呢，大家就给我点热烈的掌声。好好好，如果他不说话，你们就呐喊声，好不好？就喊说话呀，这样好好好。好，那接下来江洋洋进来，洋洋，那我就选 B 吧。好，选 B， 他选择的是 B。你去啊，自己撕不会吗？来，我帮你。怎么到我这参加待遇真不一样呀、啊？来，好好，来，三二一，哇 ，Lady Gaga！ 我的天哪，出事了！人家本来是 Lady Gaga， 让洋洋演的话会变成 Lady 妈妈。你看，我们俩在一起工作就不累，默契哈。对对对。好，那接下来王月啊 ，A 和 D， 你不许偷看，不许偷看。那个 A 选择 A 是吧？来，哎呦，那头撕不下来怎么办呢？我来。哎呦，哇，你们妹妹呀、啊！天哪，我觉得你更像宝姐姐。她更像容嬷嬷，我是那个，行，挺好，挺好的。林妹妹啊，好吧，张如意呢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 A， 来看一下，三二一。哇，孙福明，天哪，著名的奥运冠军、啊、没错没错，这是跑火炬手的时候的那个照片。 对， 对，好吧，可爱。那女孩也选完了、嗯、待会儿呢要到后面去换装、嗯、然后呢、嗯、模拟他们的这样的形象，待会儿出来进行不同凡响的表演，稍微准备一下，来，期待你们的精彩演出。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男嘉宾在换装过后他们是什么样的造型登场，有请各位，有请四位登场。啊，小金哥好可爱啊！哇，小伟哥更像他，还挺像的。来，大郎到中间来，大郎。来，有请四位。大鹏，我不得不说一下、哎、这个是最像，这个谁也模仿不了，是杰克逊小的时候。正好也是就是黑不溜秋的，你知道吗？个头也差不多。哎，我想把
刚刚说但是我觉得呢最不容易的就是这一位了啊，他现在为了模仿武大郎啊，你看看这个造型，你能走两步吗？对呀、啊，体重比较沉，预备走。喂喂喂，哎呀，原来走路也是长个的一种方式啊。我跟你说，走着走着就长个了、啊、大鹏哥你绝对是在这捧、哎、我跟你说，怎么呢，我恨不得想管他叫二师兄、哦、二师兄抓紧、啊、好的，四位这样就算换装完毕了，我们给大家出一道难题儿、哎、你这样的打扮这样的造型呢，你们去追求秘密啊，去追求秘密，看谁能够打动他的芳心。就是他们现在的造型，就是他们现在的身份。哎，是以这种身份去向秘密示爱。哎，但是啊，大鹏哥、嗯，我跟你说，我建议谈恋爱，但我不建议儿童谈恋爱。谁家孩子？那个你有反应吗？啊，国外的儿童他早熟，你知道吗？这嘉宾呢，在这个追求之前呢，先秀一下自己的角色的这个特征，好不好？对啊。刚才小杰哥已经秀过了，我想看看这个迈克尔·杰克逊小的时候会是什么样跳，什么样是跳舞的？好好好，来来，音乐给一点，好不好？来 ，music， Michael， 给我来，不来抒情音乐，来劲爆的。那个，那叫那个，对。哦哦哦哦哦，哇，这个是要现场人都这个都笑翻了，笑翻了。好的好的，小朋友，我们不会欺负你的，好好好，演得不错，对不对？来，哎，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小沈阳。对，我就是想看小沈阳。我很难见到他这样。你要啪啪的啊，啪啪的，啪啪的，啪啪啪啪的，说话呀。啊，你是演那小沈阳谢幕那股的，你气死我了，我还想跟你说话呢，辉山哥。哎呦，好好，总的来说不是挺像的。已经蹲了很久了，我们快点开始好吗？哎，咱们看看最后的卓别林，卓别林，好吧？来，来点。还有你，卓别林秀一下，哎，特别像，哎，特别像。芭蕾。谢谢，好，谢谢，刚刚好，音乐也配合得非常的好，是吧？四位已经换装完毕呢，会以各自的人物状态去完成一个任务。大鹏哥，不如我再讲个故事吧。啊，也行。这个故事呢，就是你先在这蹲一会儿啊。这个小杰哥今天参加完这期节目呢，回去发现瘦了2斤啊。你应该感谢脸脸、啊、谢谢。好，那接下来呢，四位有一个任务，就是以各自的人物的造型和心理状态去追求一下秘密、嗯、看谁能够打动他的芳心。好，为难你了，秘密啊，武大郎先来，来来来，秘密到中间来。没有，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被武大郎追求。对对对对，秘密哆瑞咪，你做我的女朋友好不好啊？为什么呢？我的前妻是潘金莲，都知道。我想有个面子带你去西门庆气气他。想去西门庆啊 ？OK。但是我跟你说哈，狼、嗯，你看你这汗出的，嗯，就是你也太小了，等你长大了再来找我好不好？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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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对，因为他老头就是西门庆，嗯。哎，我没说我是啊，大家别误会，好不好？就是、因为我心里只有心仪了，好不好？哈，不要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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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算追求失败了、啊。那拒绝了吗？啊？对啊，拒绝了。拒绝了。太小了，这明显是小朋友嘛，对吧？还有更小的呢。来，接下来 Michael Jackson。Michael 到你了。来 ，Michael， 来，有请。怎么的，让我追他呀？对，你想换人呐？不是，我那意思
让我追你啊。我就喜欢跟你在一起，显得我又白又高。对。弟弟就是我爱你。哎，这你干你也得干，你不干你也得干。不是你那意思硬干呗，是不是？对，我就这么个人儿，你爱咋咋地。你不干听我就不松开了，我就想事儿的，爱咋咋地。你看呢？人家一般都是想追求上身，他喜欢脚，你看没？你给我躲，你给我躲了。不是我不扶着他，他都容易倒了。避免，你就给我个话行不行？你就说话，给我先跟你说句话，我得跟你说句话。你先漂个白的回来找我呗，我不喜欢黑不叉的，靠边。呆。露露。那个下面的。下面观众的这个女士啊，女士朋友们一定要把腿看好了，好不好？哎，她容易下去咬你们啊！咬没有劲，矜持一点行不行？为什么每期都要抱人腿？控制不住。各位亲爱的迈克杰克逊的粉丝，在这里我们也代表节目组向大家表示真诚的歉意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看一下下面一位卓别林他的表现。到我了。对。妹妹，我真的喜欢你，你嫁给我吧，妹妹。你看我的胡子都会动啊！我想问一下，卓别林生在哪一年呢？我生在哪一年，根本我也不知道。哎、他生在他妈妈生他的那一年。等一下，等一下，妹妹，你就看着我这胡子掉的份上，你嫁给我吧。你不让大家说老牛吃嫩草吗？妹妹不能同意，因为他是带着儿子一起来的。妈妈，就没头六，我这个玩意儿，这给手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家孩子看好了呗，有叔叔在，没事没事。对，我们从来都是看别人求爱啊，对啊，会拿一束玫瑰花蹲在他的。担心哎，对，然后呢？结果他拿一个胡子在哪儿啊？今天是很特别。那接下来还剩最后一位小沈阳，你要抓住机会，好不好？抓住机会，哎，行不行？有请。那个，你先等会儿。哎哎，不不，哎，大鹏，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不演了。我跟你说，怎么能他容易踩着脚，你知道吗？没说话了。这碰你万一踩着他们脚怎么办？继续吧，继续吧。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看你这胡是真的吧？不能再打扰我们了。好，我啊，品他。那个，来掌声来。老妹儿，啊，你老好看了。我知道。我啪追你。偶了，哎妈呀，你还追呀？我到家了。你家在哪儿呢？欢迎回家，欢迎回家。我一有两个担心啊，一是害怕啊，对，我怕你这胡子是假的、啊、第二我就害怕你踩着他脚，就得让你啪啪的呀。你知道为什么你被拒绝了吗？啊，因为你裙子没有穿跑偏。我试过了，穿不进去。真的吗？对，两个腿，一个腿进一个洞里边的。一个洞。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女嘉宾换装之后闪亮登场，看看她们是怎样的不同凡响。有请，有请四位。好，已经准备好了，快点的，快点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四位换装之后的任务呢，就是要追求脸脸。首先从Lady 妈妈，我想问一下 Lady 妈妈，那嘴唇子啊，被蛇咬了。他是吃蓝莓吃多了，掉色。哎呀，不服了。哦。Oh, baby。baby。不是。伟哥是正义的使者，我跟你说，大家伙作证，
你上来半天你什么也没干，你我跟你说，你叫了我半天 baby 在中国你知道就是儿子的意思，你知道吗？你上来什么也没干，你叫了我半天儿子，不会是 baby 妈妈？你的英语真好。行了，你愿意叫我妈妈吗？你再给我说我跟你说我就出必杀了，好不好？哦，拜拜。上去一天天的怎么假炮呢？拒绝了 Lady Gaga。 好，宋元宝，我还你。谢谢。下一位，下一位。烈啊，我下午他跳我微信你就叫我 baby。 我这人烈，别动手，别动手，有事。哎呀，那个哪个大夫能看一下这肺结核？不行。恋恋，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你该上哪上哪去，行不行？一个上来给我当妈，一个上来给我洗脸的，这半边脸让他给我洗的，这顿喷的。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所以这也不行，那接下来孙福明，下一个，下一个，来孙福明。哎，朋友，我先问你点事儿。怎么着？看我怎么样？怎么着？老拉脸干嘛呀？那个行不行？说一句。那个什么？跟我。老弟啊，哎，大哥提醒一句啊，你说刚才几位都被你撅过相，这位呢，你一定要心里面想好了再说，人家是奥运冠军。下手挺狠的啊！啊，好好好，祝你平安。啊，比比，比啥呀？你说呢？摔一下呗。那个，别占便宜啊！不是，先说答不答应，不答应不得牵手，知道吗？我跟你说啊，你再碰我一下，你试试。不碰了，不稀的碰了。真有意思，你敢碰吗？留给下一位。我跟你说。你追求可以，没有逼婚的，对不对？你上来一个，我也没逼你啊。你没逼我，你这干什么呢？我就是特别喜欢你，特别喜欢，就不知道怎么表达。喜欢，如果我要是跟你的话，你成天不得在家揍我800遍吗？就我这体格，那你那个也行啊。所以这位也拒绝了。嘿，我特别常打。快点，快点。为什么又来了？为什么又来了？啊！好的，好，孙福明也被拒绝了。我谢谢。哎。